台中区农业改良场为着要推出新产出优质而且符合国家标准的胡林豆，也佮有研发出胡林豆采收期安全的用药技术。今日特别邀集农民举行胡林豆白粉病安全用药防治技术的产品观摩会，透过用药技术的改良，提供胡林豆采收期安全的有效防治住宅，卖当有效克服胡林豆残留药剂风险。胡林豆是当季蔬菜，每一年农民都会利用二季的稻仔收割了后种胡林豆，但嘛因为当季的气候无稳定，胡农民常常受到白虫害的危害。台中区农业改良场技术服务团队为着要生产优质而且符合国家安全标准的胡林豆，研发出胡林豆采收期安全用药的技术。今日特别邀请农民朋友来举办开胡林豆白粉病安全用药防治技术参观观摩会。会中介绍胡林豆采收期安全有效防治株材，会用有效克服胡林豆残留药剂的风险，更加会用提升胡林豆的产量，而且生产出无农药残留的胡林豆。我们台中区农业改良场今仔在咱这个场场所的这个所在办一个观摩会啦，主要就是胡林豆、豌豆哈、白粉病的一种安全哈、用药的那个防治观摩会。主要就是讲，豌豆是咱彰化地区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物，伊是连续性采收的吼。但是在这个低温的季节内底吼，伊会发生这个白粉病。咱一般都是拢用农药来防治啦。到尾期你采收的时阵吼，会有农药残留的疑虑，所以改良场在开发这种技术吼，免用这个容许量的这种防治之材吼。效果真好啊，所以今仔大家观摩会哈。那主要的都是，比如讲，阮家用的亚磷酸，还有这个碳酸氢钾，种种这些哈，来七天用一摆啊。这个所在都无这个农药残留的迄个问题，而且产量过会当增加，吼，防治效果80%以上，产量过会当增加差不多将近20%到30%左右。所以伊的采收的期间会真长，比如讲，阮这批的材料是去年的11月16日开始种，到即摆已经3个月啊。到现场你会当来看，生长非常的好，而且这豆仔嘛真水，产量会高，而且用这个使用了后，佫唔免讲有这个农药残留的这个疑虑也没有啦吼。所以这是一个真好的技术，希望农友会好好来只观摩吼，观摩的效果呐。大家无解了解，会当去问阮的技术人员到底是要怎处理吼。农改场嘛，以对焦方式呈现出有用药啊，甲无用药啊所种植出来胡林豆的差别。听讲对焦的啊，嘿，真严重啊，吼。那阮这边遮呢嘛，青翠干的啊，规拢青片片啊，吼，这就真明显的一个差别，吼。看到农改场的成绩，和参加的农民朋友是真欢喜。只是目前胡林豆的产期已经进入尾声。只会用等台年底重新种植了后，才会使发挥这项技术的功效。新中华新闻白明林台川采访报道。